经理，你终于来了。车呢？喏，你说我这么大的车，这么大的庄园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你别笑。你要处理这个车？对对对。这难度有点大哎，不过车是好车，你看臂展五米，钢铁龙爪手，360度可旋转车身，自带坦克履带，真的是上课九天揽月，下课五天作弊。经理你好专业哦。哎，你开了几年的挖机了？墙角有没有挖过？墙角这个怎么挖？这还不简单啊，我给你来一手。啊？经理行不行啊？老司机洒洒水的事情。It's about time。左手杆控制车身旋转跟小臂抬举，右手杆控制大臂跟车斗，这两个是前进后退的，开吧。牛啊！怎么样，我这波操作帅气吧？嗯，我跟你说，以后约上小姐姐也给她表演一遍，保准你一挖一个准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最后挖机不卖了。啊？那我不是白来了吗？我请你吃顿饭啊，走。啊？不好啊？又没事，走。虎窑烤出来的鸡真香，竹筒饭，我来两个，我是饭桶。哎呦，I've been dreaming on in my head like I've seen it.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aning. I'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. I'm feeding this demon. Got a taste, can't erase bitterness. 真的是太滋润了。下次有什么车，尽管一个电话，我人马上过来。好，好的。长按点赞，与你相伴，点关注，不迷路。